星灿灿的，看着也太美了吧！果然有太阳就是 YYDS。我现在在保利轩的5周年庆典，等会儿会先有一个酒会，然后就是晚宴什么的，应该会有很多朋友都在这儿吧，到时候去拍拍照。我说，完了有意思。看得出，看你的照片里的状态，我觉得。雨天最爽的时候就是卸完妆，然后自己在家里吃点水果，安安静静的待着，可能这个就是 i 人的快乐来源吧。出去社交反而有的时候是一种负担。我好喜欢相柳啊，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他，这个角色真的超级杀我。睡前再来给你们分享一本我最近新买的书，当时是被这个封面给吸引的，而且它的标题取得特别好，所以我就入手了。我现在只是浅浅看了2章嘛，它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些对话的形式教你们一些道理，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。这个到时候也会分享到我的每月书单里面，就期待一下吧。好喜欢这一个啊，它是一个植物，上面的女士在优雅的弹琴。它是会有一点苔藓的味道，是比较清爽的。这个盘子上面，我们是用葛根和竹炭去做的一个脆片。我们面前的脆片搭配着下面的，这个白的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就是会从一个面团变成一个面包。我们这道菜品的名字呢，是叫五谷丰登。I'm shaking, my heart's going off beat. 比较安全，就是你的器械。对，然后我看那个器械什么的都是蛮好的。腿要发力多一点，手就会轻一点。顶宽，腿伸直，好，做一个挺胸向后。来，我要死掉了。点头。今天天气真好。It's hard to be human.没事，刚刚你拍照给我拍成这样了。